10号上午消息，印度电信监管局 TRAI 拒绝了苹果的豁免请求，坚持要求其安装一款官方反垃圾信息应用。如果苹果不遵守这一规定， TRAI 表示6个月之内将会让所有的电信运营商让全部 iPhone 退网。苹果与印度电信监管机构的矛盾在于 TRAI 希望所有手机制造商都能安装政府批准的防骚扰应用，以帮助应对垃圾邮件和骚扰电话问题。但苹果公司在3月份表示，这个防骚扰应用违反了其应用商店的隐私政策。从 iOS 12开始， iPhone 已经可以支持把垃圾信息应用，但印度官方要求其强制安装的应用还会索要用户短信和通话记录的访问权。如果不遵守这一规定， TRAI 就会禁止相应的手机访问印度的移动通信网络。苹果今年7月中旬致函 TRAI 阐述这一问题，要求其重新考虑这项决定，但遭到对方驳回。要挑战这项规定，最合适的办法就是到法院起诉。TRAI 董事长沙马 R.S. Sharma 对路透社说，资料来源新浪科技。